呢部就是我哋嘅清酒放题机，咁每晚六款放题嘅清酒就喺晒入边噶啦。只要攞住我哋嗰个渣啦，入嚟斟180ml，咁你就可以翻去饮，任你拣。酒酒最大特色就是飛機貨番，最快最新鮮來到香港，甚至是剛剛入樽的酒，好像我手頭上這支一樣，五月的酒我們現在已經到了，好像近期都幾熱的這個一粒米兩粒米，我們就翻了千一支，都是全部都是五月的酒。哇，這支真的厲害，除了是最貴之外，它真的最厲害，因為它的精米度去到 0.85%， 換言之即是磨走了99多的米，那時間、人力和它的技術基本上是沒人能比的了。日本評價很高，那我們特地找回來，香港是非常之少的，還有這支酒很爽身，也都沒有負擔的，那變成送食物又可以，齋飲又可以，即是劈都可以，一定不頭痛。